来个大羊头，大羊头，这是羊头，这真是羊头，我对灯发誓，我99一个买的，谁都买回来那么跟兔头似的。干净是挺干净，可能人家羊头好，不长毛，卖的贵。你家独家秘方做的，跟你那一样的，这他妈是一个吗？半个吧。一个，我想问一下，99块钱。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被人坑了？眼珠子好吃。那你早说，咱家有烤眼眼，不好吃。东北有烤眼眼吗？对啊。东北没有烤眼眼。这羊头，那十个也吃不饱啊。其实就买了一。来个大米肠。我也不知道，你不是吃那么多了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哪知道人家为啥黑的？来个大肠头。来点辣椒酱。小宝宝吃肘子，快吃肘子，小宝宝。一会儿你尝一个肘子，这肘子成香了。是吗？嗯。小肘子。
好吃。来个大羊排，哎呦我去，嗯，羊排就是肥的好吃。嗯，哎，烫！哎妈，今天这羊排做的真好。嗯，男朋友尾巴。你尾巴挺肥呀，我啃吗？嗯，哎呀，血肠，这玩意儿才好吃呢，你知道吗？东北大血肠，你必须得吃着粗的，一咬都冒油。那么长一我咬不动，挤着吃。嗯，嘎嘎香。没点亮小爱心的，帮我们点点小爱心啊！小爱心，你看能不能点到50000啊？一个人朝他脸上戳个30下、10下的啊，不费劲儿。双击的宝宝发大财，行大运。哎呀，这油哈，好吃，成香了那玩意儿，不爱吃，我好饿呀，我饿一天了，我好饿。